月左右平安，你丈夫你和你的全家，再次祝你生日快乐，恭喜恭喜。老表，我是室内，我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我小的时候，这么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相片里面，在这儿这么小的时候，比这还小。那个时候你就叫我淘气，两层的是我很顽皮。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希望你现在还认识我这个老大伯。我现在主要就是要来跟你这个。这个九十大寿要来给你拜生，我是一基督，二基督，三基督，身体这个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第二件就是身体快乐，是我现在在这个我小女儿方丽的家，这个主要是这个。这个天气稍微好一点的话，就从东部就下大雪，现在到这边来这个看看小孩，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希望给你们小孩这个来给你庆会，对吧？我们常常想念着你，我知道你这个你的这个福气很好，跟爸爸妈妈常常讲你是这个最忠厚的人。很多事情那个你是最有心的，对他们讲来你是比这个儿子更好你对他的孝心那个明姐那个我妈妈这个有病的时候啊，那个你还让明姐来照顾他，这个你用一个心呢，这个孝心啊，其实爸爸妈妈一直都很感激的。同时呢，天主也是降福你们你们这么好的四个小孩你这个一辈子这个人好吗？这个天主教育你们这个肯干，所以呢，这个一切都是很顺利。当然我们这个常常想念着你，我们也是希望你这个好好的这个自己保重 ，OK。然后呢，我们这个希望这个有一天这个我会来看你。等到我们这个事情安静下来以后，这个也是年纪不小了，这个已经是差不多是恐怕有八十年的事情了好了，那么你等到小孩回来之后，让他们给你这个唱歌好再见我们
听完你的担心，结果漂亮的一个很好。我们何师傅比你担心，你也有担心过。我们相信想打针，如何打针？心里快乐，天地保佑。再见。Agora a parte final, que a gente fez uma homenagem para ele, nossa, os netos, né? E... Eu fiz a minha sorte de amor. Thank you.
acabou. Agora vamos cantar parabéns para ele.